現時嘅人口老化情況越趨嚴重，資助安老宿位輪候人數十年增加五成，宿位竟然增加不足兩成。社會福利署嘅數字更顯示，輪候時間需要三年。當社會喺醫療、住屋、安老等各方面都有改善空間嘅時候，將錢放喺長線嘅規劃，唔係更加可以持續咁保障到市民咩？相比之下，派錢只係短期嘅措施，既無針對性，又唔會持續，可能獲得短暫嘅掌聲，但請有方同學謹記，一剎那嘅光輝並唔係永恆。二、善用公帑應對變遷，防患未然，長期發展。我哋運用公帑嘅時候，應該維持良好嘅財政紀律。根據基本法第107条，對政府嘅財政預算有三個規範，分別係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同本地生產總值嘅增長率相適應。現屆政府提出理財新哲學，即係把握機遇，帶嚟長期回報，促進經濟同社會發展，提升香港競爭力。同時亦要防患未然，例如預防性醫療開支，未雨綢繆。面對中美貿易戰、地緣政治局勢等種種變動因素，政府應該應使則使，積穀防飢，以應付未來的大灣區和科研計劃，令市民以至於整個社會長遠得益，邁步向前。最後想問有關同學，當政府明明可以投放更多資源在繼續為市民謀福祉的恆常津貼，不理對象是誰這麼大灑金錢，美其名曰去取悅市民，又是否合理呢？多謝大家。公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50秒，無過時，無需扣分。跟住有請反方主辯出嚟發言，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面話派現金，咩係現金或者可以自由運用嘅貨幣啦？但係一方面又派現金，一方面又派醫療券，咁就係自相矛盾。而討論今日嘅辯題，我哋就必須要界定清楚何為派錢措施。按照字面意思，派錢就係派發金錢，而縱觀過去多屆財政預算案，派錢措施即是指政府向市民提供一次性、無使用限制的現金分享措施。其實呢一點有方同學根本就不反對，但他們對派錢的定義仍然是未夠全面。派錢措施可以分為直接派錢以及間接派錢兩大類。直接派錢就是政府直接向市民派發現金，例如在2011年無審查的全民派6000元，同埋過去10幾年都有幾項特定群組，例如係綜援户、長者以及傷殘人士等派發一次性額外津貼，都係屬於直接派錢。而間接派錢就係屬於以減少政府收入的方式，間接令市民現金增加的派錢措施，例如係一次性退還個人入息課税、薪俸税、利得税以及差餉等等。因此，政府今日正立辯題就必須要論證，從今以後無論咩情況都好，預算案都不可以再以任何形式去派錢。相反，各方認為預算案應該因時制宜，為不同的社會經濟狀況制定良方、長遠政策、中短期措施以及即時手段，利益兼收並蓄，靈活運用。而派錢至少應於以下兩種狀況予以保留。第一，出現風頭的盈餘，直接派錢是有助紓解民困。過去多屆預算案都會基於有巨額盈餘的前提，推出各項一次性直接派發現金的措施，緩解有特定需要市民的生活壓力。例如在2007至2008年，政府綜合盈餘高達1236億，政府就向綜援户以及領取三保金的長者出雙糧，一個令全港超過100萬基層市民受惠的政策，只需要用15億。亦即係盈餘1.2%，就可以令到一眾生活得捉襟見肘的市民得到補助，綜援户可以選擇性好少少，幫補租金、改善生活，老人家亦都可以買多件外套或者免費過冬。背後反映的是政府並非離地，而是真正會顧及弱勢市民的真實處境。派錢雖然無法解決金錢問題，亦都唔係大數目，但對於低收入嘅人士而言，就可以一定能夠起到即時紓解民困嘅效用，既可以表達對社會嘅關懷，亦都可以針對有需要嘅人士作出幫助。究竟何罪之有呢？方面有方同學，如果預算案往後再次出現過千億嘅盈餘，係咪連分1%俾有需要嘅市民去幫助佢哋生活都好少少，都係罪過呢？第二，分享經濟成果，間接派錢達至藏富於民，其實盈餘究竟係點樣嚟嘅呢？第一就是政府運用公帑投資得利，第二就是政府上年預算出錯，收多了但用不完，而盈餘慣常的用法有兩種，一是就撥入財政儲備，一是就以不同的方式和市民分享經濟成果。各方當然都認同政府要有將來打算，所以不可能一有盈餘就全數派出，但如果是政府預算出錯，收多了市民的錢，換句話說，即是沒必要用更多錢的情況之下增加了市民的稅務負擔。其實在這個情況下，政府將這筆收多了的錢退還一部分給市民，令納稅人都可以分享經濟繁榮的成果，又何錯之有呢？
例如喺2016至2017年，當政府坐擁1100多億元嘅時候，預算案就退還咗75%嘅薪俸税同埋個人入息課税，亦都寬免咗當年嘅四季差餉，間接令市民現金增加，利用間接派錢嘅措施達至財富於民同市民分享經濟成果嘅效果。有方面係認為政府仍然再次出現絕代部分嚟自然出錯嘅時候，都冇半點責任要歸還俾市民嘅咧。最後想問友方同學，究竟你係覺得政府永遠都冇可能再有巨額盈餘嘅出現，定係無論政府有幾龐大盈餘都好，都唔應該咧一分一毫出用最直接有效嘅方式還富於民咧？多謝大家。好，今次嘅問題範圍3分50秒，我個字無需扣分。跟住係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且打斷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嘅發言。如果有違規，公辯一方可即時提出和平抗辯，就可以直接扣分，每次為1分。如果公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好，而家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出公辯。咁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辯員不信。反方主辯。好，正方公辯開始，有2分鐘嘅時間。有方嘅準則就話任何情況都應該要派錢，但係第一個論點就話舒解民困，有強大嘅盈餘先應該派錢。咁有可能究竟係應該任何情況派錢定有盈餘先派錢？有巨額嘅盈餘先派錢。有巨額盈餘咩為之巨額盈餘？過千億過百億咪巨額盈餘咯。過千億過百億，過千同過百都起碼爭過百億喎，咁即係過千億過百億。當政府做完長遠政策之後依然有錢剩，就係需要做完長遠政策依然有錢剩，咁點解唔將啲錢放長遠？咁係而家都係一班市民需要幫助㗎嘛？有一班市民需要幫助，長遠政策能唔能夠幫助？能夠。咁點解唔將啲錢放喺長遠政策？放長遠政策都係遠水係救唔到近火嘅，咁同學。近火係指乜嘢？咁因為而家有啲市民依然係捱緊貴租，拎唔到公屋咯。捱緊貴租咪公屋嘅輪候時間平均長達5.5年，咁呢個係長期問題定短期嘅問題？呢個係短期嘅問題，因為啲市民拎唔到公，佢哋依然係捱緊貴租，所以佢哋拎到政府一筆錢之後，係可以幫助到佢哋嘅心需要嘅。即係攞到呢筆錢就即刻會有諗住係咪？即係唔係咧，方同學，我覺得從來都冇。係多謝方同學，即係話其實你俾咗錢佢都未必解決到呢個問題，反而要係由公共輪候機制著手啦，係咪啊？公共輪候機制著手，但係其實而家香港面對住係土地短缺嘅問題，即係即使係要係土地短缺嘅問題，咁係咪應該從土地嘅方面著手，而係先即係長期改善呢個問題？大家都要時間咁樣，方同學。呢個需要時間，所以我哋應該從長期嘅政策著手，係咪？遠水不能救近火喎，係咪啊？係啊，係你係咪要入忽視啊啲市民咧？唔係要忽視，反而係長期政策都幫助到佢哋啊嘛。但係佢而家都係生活好困，係好困苦嘅喎。係佢哋困苦，咁所以你應該用長期嘅政策解決，可以做一個更加好嘅社會援助，可以幫助佢。但政府唔可以忽視啊啲市民噶嘛，佢都要幫助啲市民啊嘛。政府將啲錢放喺啲長遠嘅政策，能唔能夠真正咁幫助市民咧？可以，但係佢更加需要係短期措施，淨係我方從來都要派錢。點解長期政策幫唔到市民？我方從來都冇講過長期先政策幫唔到市民，我只係。好，而家輪到反方公辯，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出公辯。請你自由選擇正方或辯員作出相對。請陳日友方主辯。好，反方公辯開始，你有2分鐘嘅時間。有方先知道預算案嘅目的係做咩啊？係。其實有方都唔知道我方話咩，係關我同佢嘅周目標。咁其實點解而家政府見到呢啲狀況而並且行有餘力嘅時候，都唔幫助呢啲市民去解決佢哋即時嘅困難？我依家唔係。我哋覺得應該將呢啲錢好好咁善用，嚟放落去長線嘅規劃先，更加幫助到幫助到呢啲市民。楊科學其實咧，呢一啲拎綜援政府津貼嘅人士，而家佢面對緊信心可以借問題嘅時候，究竟佢哋點幫？佢哋要幫。咁點解我哋將呢一個短期嘅問題放喺一個一次性嘅？呢個絕對唔係短期嘅問題，係咪派1000蚊、4000蚊、5000蚊就可以解決到你依家？咁點解我哋唔可以長遠政策同埋一個短期嘅一次性嘅目標去相對齊下咧？我哋覺得點解唔將我哋覺得將更多嘅錢擺落去長線規劃更加有效，更加可以長遠有效，因為可以長遠持續性咁去幫到啲市民。咁而家有需要嘅市民有冇？有需要市民嘅就係全部人都有，即係窮嗰啲人。其實有方答唔到，其實有方咧就認為其實而家全部而家有需要嘅市民咧都唔應該幫嘅。咁我想問，如果日後政府出現過千億嘅盈餘嘅話，我哋應唔應該派錢？我哋唔應該，我哋應該跟啦，我哋應該將佢啲錢好咁善用佢哋，因為我哋多錢唔夠。
代表一定要，即係我哋錢多錢就代表要鋪路，因為我哋要將啲錢擺落去長線嘅規劃，佢即係一啲錢，一啲擺落去可以持續嘅政策嗰度，真正有效咁去幫助市民。好啊，咁其實楊方同學，你點解要將儲錢同埋呢個即係儲錢或者係呢個長遠政策誒擺對派錢嘅對立面咧？我哋唔係長遠政策，因為我哋要長遠都保障市民啦，唔係淨係解決。咁邊個更加全面啊？長遠嘅政策，因為你而家如果真係派錢嘅話，只係解決到一時三刻嘅問題。咁其實而家一時三刻嘅問題究竟需唔需要解決？需要大長，但係你將啲錢擺入呢啲。楊方同學，你俾啲錢。公民結束，而家投訴正方一發言，你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最好請向第四次議。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學出嚟同我哋講話，政府要巨額嘅盈餘就應該要派錢，但公民環節嘅時候，我方要訪問有方主辯，究竟應該點樣先至叫做巨額盈餘？有方講唔出，就係話幾千億、幾百億，其中相差嘅金額係幾多？有方同學究竟知唔知道係有幾百億嘅錢嘅相差？究竟點樣先至係巨額咧？有方公民已經提出唔到應該派錢嘅準則，好啦，再落去有方主辯就提出話，其實派錢係可以幫到窮人去舒解燃眉之急。其實我方同埋有方同學今日都希望能夠幫到窮人嘅，呢個我哋雙方大家都同意咗嘅方向。但問題就係，如果要提升窮人嘅生活情況，究竟我哋應該係用派錢呢個一次性嘅方法，定係用一個長期嘅手法去幫助呢啲窮苦嘅市民咧？相信在座各位都知道，其實貧窮並唔係一朝一夕可以解決到嘅問題。連有方主辯亦都承認啦，貧窮唔係我哋即係今日派錢並唔能夠消解到貧困嘅呢一個問題。所以我哋更加就應該將派錢嘅金額去撥留一啲常規嘅資助，就好似綜援同埋生活津貼等等嘅金額，去幫嗰啲真正有需要嘅基層弱勢市民。當我哋每個月可以獲得嘅金額更加多嘅時候，佢哋嘅生活自自然然可以改善。如果要提升低收入家庭嘅待遇，關鍵根本唔係派錢，而係改革福利。就好似政府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去做例子，2018年4月起，港府開始實施改良版嘅在職家庭津貼，每個家庭由1000元金額增加到1200元，只係增加咗200元咁多。根據明愛社區發展服務2018年10月公布嘅調查，有60%拎呢個津貼嘅受訪家庭都話呢個金額實在係好難有效咁改善佢哋嘅生活，可能政府應該進一步改善呢啲長遠咁幫助家庭嘅金額，去長遠而言以滅貧為目標，上調金額至到合適嘅水平，等迫切需要援助嘅家庭過上體面嘅生活。因為我今日俾嘅一次性派錢，無錯，我方承認得之後能夠令到基層市民開心，可以解到佢哋一時之間幾千蚊嘅困難，但事實上可唔可以長遠咁幫佢哋紓解貧困嘅呢一個困境咧？政府係好重視基層市民，亦都同意佢哋需要獲得適度嘅幫助，但問題就係派通能唔能夠解決問題，係我方今日睇到嘅重點。有位朋友話政府而家有足夠嘅財政盈餘可以派錢，冇錯，我方唔反對，政府的確而家有過萬億嘅財政儲備，經濟睇上嚟的確係唔錯，數據上亦都係欣欣向榮。但有位朋友嘅邏輯的確係好有趣噶，你係咪認為政府就好似抄印刷機咁樣，可以無限咁供應金錢咧？儲備應該點樣使用係關鍵，有儲備政府就應該派，係出於一個點樣嘅原則？儲備要應對嘅係未來嘅挑戰，香港全球人口老化嘅程度係最高，經濟又好受外來環境影響。派儲備帶來長遠嘅不確定因素，反方應該點樣消除呢？今日有方同學又話政府應該睇盈餘決定係咪派錢，但事實上政府有方同學知唔知道，陳茂波司長同埋之前嘅曾俊華司長佢派嘅6000元同埋4000元，只不過係受民間壓力底下嘅保留實惠措施，確保大家都有錢落袋。於是事實上政府根本就唔係視乎有冇盈餘去派錢，而係再冇問題。今日便係你應承啦，多謝各位。正方的副發言時間為3分08秒，無過時，無需扣分。跟住我哋有請反方一副發言，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最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聽完有方一副發言之後咧，向有方同學就犯咗3個錯誤。第一，佢就派錢定義啦。其實有方同學都承認咗2018年嘅派4000元長派錢啦，咁其實我方睇下，其實派4000元都係針對指定嘅人派指定嘅金額，
能夠令到運用嘅時候，同我方今日提出嘅綜援資助派槍糧啱啱符合呢個條件嘅時候，咁點解呢啲唔係派資助先？有方一直都冇回答啊。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有方覺得其實我哋而家一次性嘅派錢咧就係有長遠同長遠嘅政策有衝突，但係其實我方都見到咧，而家攞綜援嘅市民咧，政府一邊咧就恆常咁樣派綜援啦，咁佢哋咧就享有一個各項減免嘅費用啦。另一方面其實亦都有推出一個關愛共享等計劃嘅措施啦。所以其實今日派錢咧同長遠政策之間其實係冇衝突嘅，而且仲係相互齊下添。其實如果有方同學都承認咗短期嘅措施係可以解決問題，長期措施其實我哋今日見到政府嘅而家都係有夠錢做嘅，同埋我哋都會係即係我哋仍然都係會優先去睇咗長遠嘅措施之後，然之後先再睇短期措施究竟有需要嘛。咁如果我哋扣除咗呢個長遠措施之後，如果都係唔夠錢嘅話，咁咪唔派咯，方唔好。咁其實如果根據有方嘅邏輯，有方同學係咪認為派錢係唔夠長遠嘅時候，係咪而家所有一次性嘅政策都要取消呢？回歸一邊題啦，其實而家對一班有需要嘅市民，例如領取綜援啦、政府津貼人士啦、M 人士或者係長者、貧富家庭等等啦，派錢措施已經能夠解決到佢哋嘅燃眉之急，改善到佢哋嘅生活。隨住各位可以試想一下，其實一對住喺公屋嘅老夫老妻，雖然每個月就可以攞到2,720元嘅長者生活津貼，但係只計算租金、醫療開支同埋雜費咧，已經用咗1,000多元啦。再加上每日佢哋只係咁用50元去買餸。派發4,000元，推出商量已經夠佢哋每日多加一餸一湯，唔需要日日食餸頭餸尾，用錢好似唔鬆動啲啦。而對一個綜援嘅四人家庭而言，月入年綜援一共14,000元，如果我哋攞綜援商量嘅話，已經夠幫夠佢哋俾小朋友嘅幾多月嘅補習費啦，或者係幾多月嘅興趣班嘅費用，補貼咗唔少嘅教育嘅開支嘅。4,000元商量唔多唔少，但係對於呢一班生活足金欠債嘅基層市民，就係一層及時雨，幫助佢哋解決一個當務之急，改善基本嘅生活質素，幫助極大。其實我方咧都唔贊成年年都要派錢，或者一有盈餘就要派錢，而係喺政府行有餘力、扣除經常性開支同埋儲備之後，同埋推出長中短期嘅政策之後，依然有一個巨額嘅盈餘嘅情況之下，就保留呢個派錢嘅權利啊嘛。咁點解我哋唔可以用呢啲盈餘去惠及我哋嘅基層市民或者還富於民咧？最後想問有方同學，我哋係咪應該只係為未來嘅長期發展而着想，而忽略現今市民嘅需要呢？如果係嘅話，又點樣先能夠解決而家市民嘅燃眉之急？因為有方同學根本就唔想理會，等佢哋自生自滅嘅。多謝大家。反方一副發言時間為2分54秒，無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我哋有請正方二副出嚟發言。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最高可以計時。判著各位，其實今日有方反對辯題咧，係基於啲錯誤嘅理解。首先，對於派錢嘅定義咧，有同學頭先咧就同我哋講話，係因為有一啲直接嘅派錢措施，亦都有一啲間接嘅派錢措施。咁有方同學咧，但係我方嘅定義咧就係話，係一啲恆常措施以外嘅一啲額外嘅派錢咧，先直接俾市民咧先為之派錢措施。有方同學咧就同我哋講話，一啲間接嘅派錢措施都係派錢。咁我想問下有方同學啦，政府透過用一啲公帑放落一啲公共服務，間接將啲提供服務俾市民啦，間接將啲政府嘅資源轉移咗俾市民。咁呢啲又算唔算派錢措施呢？我哋傳媒、我哋政府、我哋甚至係大家常人嘅理解，都會認為派錢措施就係講嗰啲一次性嘅津貼計劃。點解有方同學會可以將個定義無限擴闊，擴闊到包曬所有嘅唔同嘅措施呢？跟住有方同學咧又話，我哋派錢咧就要基於兩個情況，第一個咧就係有盈餘嘅情況，第二個情況咧就係財政預算案估算錯誤嘅情況。就聽到呢個咁荒謬嘅邏輯咧，我方就係想問一條問題。有同學話我哋財政預算案可以估錯啦，咁我哋可以估多咗，亦都可以估少咗嘅喎。當我哋估少咗啲，亦都係一個估算錯誤嘅時候，咁我哋派咗俾市民嘅錢，係咪應該直接收翻咧？我見呢個標準根本係完全唔合理喎。咁我講咧，其實亦都有一個邏輯，就係話覺得派錢，我哋盡快將啲錢派俾市民，到咗市民手上啦，就可以救到你嘅水深火熱嘅問題。但我哋見到嘅就係乜嘢？2018年有分行行都覺得係派錢嘅一個4,000元嘅關愛共享計劃，派咗成年啦，但係嚟到2019年咧4月30日先截止申請喎。我見你上年講嘅派錢措施，嚟到今年啦，我哋仲係處理緊嗰啲申請嘅問題。我想問下有分行呢個方案究竟點樣解決到呢啲最咁緊迫嘅問題咧？我見其實呢啲措施都唔係非常之快，都唔符合分行，所以覺得快就係一個好嘅標準。亦都錯誤理解咗而家我哋社會上面對嘅問題，例如我哋面對嘅貧窮啦。
啦、醫療啦，甚至教育嘅呢啲問題咧，其實都唔係一朝一夕能夠解決。就好似羅芳一副所講，我哋應該係改善我哋現時有嘅嗰啲機制。咁同頭先同我哋講話一對老夫婦唔夠錢連煮三餐都非常之艱難嘅例子。但個問題出於乜嘢啊？就係出於佢哋做門嘅金額唔夠大啊嘛。有可能我一副都直直同我哋講話有2000蚊、2000蚊啦，係唔夠使噶嘛。咁我哋要改決呢、解決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哋應該改嘅係現有嘅機制，可以放寬誒做門嘅基本金額啦，又或者可以擴闊社會安全網，透過投入更加多嘅資源，長期咁幫助呢啲老夫婦，而唔係我哋透過一時三刻，我哋今年有盈餘我哋就派錢，下年冇盈餘我哋就唔派錢，咁樣又點樣幫助到你呢個處於水深火熱嘅老夫婦呢？何況嘅係，我哋今日講嘅係運用公帑，並唔係究竟係一個獨立嘅人士有冇錢而去點樣去運用。我哋運用公帑咧，其實就應該有一定既定嘅原則。就好似基本法108、107條咧，我哋就講話咩啊？要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我哋處理政府嘅財政儲備嘅時候，要非常之審慎。我哋要睇嘅唔單止係究竟邊個市民有需要，更加要睇下點樣先可以真正針對佢哋，而且持續咁樣改善佢哋而家嘅現況。就好似我哋如果你既然而家有一啲長期嘅政策，點解我哋唔去完善呢啲長期政策？集中火力咁令到佢哋真正得到解決，而係我哋有錢，今次我哋就派咧。可見有可能今日派錢根本係冇標準嘅。多謝各位。正方二部發言時間為3分04秒，無過時，無需扣分。跟住我哋有請反方二副發言，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最後有請副時議。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去到二副唔難發現，今日有方全場演賽中最大嘅錯誤有兩個。第一，佢自相矛盾。其實有方今日咧係知道社會上咧係有一啲市民要去幫，所以佢就話啊，等我哋未長遠永遠咁樣增加一啲嘅福利嘅現時福利嘅某啲福利嘅配套咯。然之後又話，咦，原來我哋又知道我哋有人口老化長嘅問題，所以我哋又要做長遠規劃咯。但係你增加咗一啲現時嘅某啲福利配套嘅時候，自然就會減少咗政府嘅收入，咁收入減少咗，咁咪代表我哋之後喺預防人口老化嘅問題度就嘅盈餘就會儲少咗咯。咁而點解又唔可以喺而家已經有嘅盈餘中做長遠嘅規劃，而且再加一啲嘅即時措施呢？第二樣，有方今日全場都淨係只顧未來不顧現在，有方今日咧全場咧製造一啲未來嘅規劃啊，人口老化點啊，咪未來嘅規劃咯。但係有方冇同我哋論證過，係咪做咗長遠嘅規劃就一定可以根治到我哋人口老化嘅問題先？但其實好明顯唔係嘅喎，因此做或者唔做派錢嘅措施，其實對人口老化嘅一個問題係冇影響嘅。而今日我方所倡議嘅係，我哋會一方面關注未來人口老化嘅問題，會製造一啲長遠嘅計劃去防範或者解決呢個問題。另一方面，我哋亦都會喺一啲特定嘅情況入邊，抽取盈餘嘅一小部分，一部分嚟實行派錢措施，嚟緩解生活中心建設嘅市民嘅燃眉之急，實行呢個派儲平衡嘅政策。我哋又會做長遠同埋長遠嘅規劃，又會做一啲短期即時惠及到市民嘅措施。喺呢個情況下，究竟邊一方有長遠嘅規劃關心市民，喺度就一目了然啦。而在座各位，我哋諗深一層，其實除咗針對有需要嘅基層市民派錢之外，一眾嘅納稅人都可以成為派錢受惠嘅對象。對於納稅人嚟講，理想嘅政府開支模式應該係收支平衡，但現況佢係過去16年政府預算有多於一半都係估少咗盈餘，最嚴重嘅嗰次可以估少咗1200億，亦即係話政府經常都出現一啲悲觀嘅預計，於是收多咗市民嘅税項。有見及此，我方先倡議往後政府再有類似嘅失誤嘅時候，可以用間接嘅派錢方式，即係一次性退還部分損耗或者佔差餉嘅方法。今日呢個係政府嘅應有之義，二嚟都可以發揮到全項富於民嘅作用。就以2017至2018年嚟嘅預算案為例，政府一開始只係有估計只係有200幾億嘅盈餘，但係最後就多咗1200幾億。於是政府都有推出一個一次性退還75%嘅個人入息税及薪俸税等派錢措施。請問有方同學，你係咪覺得從今以後政府都唔應該再估錯盈餘，定係估錯咗亦都完全冇責任派翻俾納稅人咧？多謝各位。南方二副發言時間為2分59秒，無過時，無需扣分。而家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當某一方發言時間用盡嘅時候，本人將會宣布另一方嘅正用時間。各方可以自由派出一位或者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一辯員都必須喺本環節入面發言。如果本環節結束嗰陣時，在場任何一個人發言，
演員有變完從未發現，該變員所屬一方將被換位平衡扣除五分，即係雙方無問題。如果冇嘅話，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首先發言。綜援按生活開支水平調整，病床就按照人口比例嚟必釐定標準。咁請問有方啦，派錢派幾多，幾時派，按照乜嘢原則咧？我哋依家就係按照政府有做曬呢啲長遠政策之後，再將啲錢撥埋落未來基金，剩翻嗰啲錢咪就咁咪可以去派咯。再問翻有方啦，今日我哋既做長遠政策又派錢，究竟政同只係做長遠政策，究竟邊一個更加全面，邊一個可以幫到嘅人更加多咧？咁樣有方同學，你今日唔將啲錢全部放曬落長遠政策。再講啦，今日有方同學就話有錢要派啦，咁冇錢就唔派。咁有方同學講，今日有需要嘅人咁點算啊？咁係，我哋咪會實行一啲即時性嘅派錢措施啦。而有方啱啱你冇答過我哋結辯所問嘅問題，即係冇錢嘅時候唔派錢。係啊。咁冇錢嘅時候需要幫助嘅市民，冇錢嘅時候就我哋見到市民都需要噶嘛。咁我哋咪會用綜援嗰啲，咁綜援佢哋都係可以幫到佢哋噶嘛。其實有方到到依家仲係冇答過我哋長遠政策同派錢同埋只係做長遠政策，究竟邊一個更加全面，邊一個更加好嘅時候，有方我再問多一次，究竟邊一個更加全面，邊一個更加好？有方當然就係長遠政策更加好咯。市民既然有方已經承認需要長遠嘅幫助，綜援加大金額能夠長遠地幫助市民，係唔係更加利民？好啦，我哋見到今日有方今日嘅邏輯就係，我哋見到佢乞衣嘅時候，我哋唔係去俾錢，唔係去淨係去派少份工俾佢，而唔係俾又俾啲嘢食佢，又去去同佢哋介紹工人。有方今日嘅邏輯就係俾份工佢就搞掂嘅時候，其實今日可見有方今日嘅邏輯係好荒謬嘅。唔緊要，我方今日問你第二條問題就係，有方今日覺得我哋需唔需要去用派錢呢一個方法，可唔可以即時幫到啲窮人咧？見到乞衣嘅時候，梗係唔可以俾錢佢啦，因為犯法噶嘛。我哋反而應該要做嘅係鼓勵佢自力更生嘅工作，咁就長遠解決問題，而唔係就俾咗錢佢，之後調頭走就算啦。咁其實乞衣其實係冇錢先，而家係冇錢。喂，咁其實我哋係咪應該再要派一啲一次性嘅短期措施去幫佢哋，而之後先做一個長遠政策咧？點解要之後先做咧？咁其實因為佢哋而家係有燃眉之急啦，佢而家冇錢，咁點樣去即係翻工去還錢咧？係啊，可能今日我哋知道市民好慘，我哋有5.5年嘅輪候公屋時間，亦都已有21日嘅康房户。但你真正幫到佢嘅唔係交幫佢交到一期嘅租金，而係長遠建構嗰啲房屋，等到佢哋真正上車啊，係啊。咩同你咁啊？忽視咗啲有燃眉之急嘅市民。燃眉之急，但係燃眉之急你俾咗錢佢之後，佢可以解決到咩？解決到有方法。解決唔到嘅方法，你幫佢交咗一期租，但係你根本嘅問題都冇解決到喎。咁其實我哋交咗一期租嘅時候，咁佢哋其實用錢咪鬆動咗，用錢鬆動咗嘅時候，咁咪更加可以去比較長遠規劃嘅。佢哋其實之後又係辛苦咗。我想問方學，咁其實咧，如果我哋之後有過千嘅人員，我哋應唔應該加錢？咁方學，其實而家攞綜援攞生活金嗰啲人士，佢哋發放商量，但如果將個商量加落佢哋每月嘅常規津貼金額裏面，令到佢哋金額更加多嘅，佢哋每月嘅生活都鬆動，係咪更加能達到有蚊同學所講嘅保護市民嘅措施？一方話未來嘅人口老化需要好多錢，一方又話我而家綜援我要長久咁加金額，咁你咪自相矛盾咯，有冇同學？就係因為第時有好多問題，我哋預見到好多，所以我哋喺財政預算案裏面就應該將啲錢放翻於最應該使嘅地方，係咪啊？咁我哋咪講過，其實我哋派錢嘅前提就係我哋要先處理咗財政預算案裏面短中長期措施同埋住屋啊等等嘅時候，然之後我哋先再嗰個派錢權嘅第107條講，我哋要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我哋要應使則使，有冇同學同意？同意。既然要應使則使，點解我哋唔放啲措施放啲錢落喺啲長期措施度咧？我哋講嘅係兩者兼施啊嘛，有冇同學？兩者兼施，但係我哋見唔見我哋短期措施都冇解決到問題喎，同學。點樣解決唔到有冇？就係因為你個問題根本都唔係出於究竟你個金額有幾大，或者你幾時先派嘛，係咪啊？有冇同學？咁有冇同學點講未來嘅？你所講嘅未來嘅一啲長期規劃一定就可以幫助到市民啦。我哋知道香港而家有好多嘅一啲局限嘅喎，例如土地問題咁啦，我哋有土地問題嘅規限，所以咪冇辦法即幫喺未來度可以幫到市民，而呢啲公屋嘅輪候時間都越拖越遠咯。咁有冇同意之後，你真係覺得就係因為政府無能，所以先要派錢？我梗係唔係覺得政府無能先要派錢啦？咁就梗係政府，我剛剛都有講過啦，政府係做曬我哋所講長遠規劃，做曬嗰啲咁樣嘅撥埋錢入去未來基金，我哋先去派錢嘛。其實有方今日都只係講緊點解我哋咁樣做，其實有咩問題先？有同學，有方同學，其實佢哋一路出落嚟話嗰啲住公屋嗰種勞動夫婦生活得好艱難，既然有方同學覺得呢一個長遠問題，亦都想佢生活得好。
有一分零五秒，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發言。其實有分能我咧今日已經講唔過去噶啦，有分能我哋一開始喺標準嘅時候咧就話任何情況都要派錢，之後咧又改口供同我哋講話有盈餘先要派錢，冇錯之後先有錢，但係你到自由辯論咧就係、是、已經淨係同我哋講話有盈餘先要派錢。首先咩為之有盈餘啊？有千就有方主辯咧就話有千億或者有百億咁，即係個數字上嘅差異都非常之大。究竟標準定喺邊度咧？係咪有數十億嘅盈餘亦都要派咧？有方從來冇講過㗎。同埋有方同學咧就同我哋講話市民好需要我哋嘅幫助啦，用盈餘資金啊、水質科研，我哋聽咗好多成語啦，但係有方同學根本就認清唔到問題嘅癥結所在喺邊度。我哋講房屋就因為房屋唔夠嘅，房屋唔夠土地啊，或者分派嘅機制根本都唔合理啊嘛，咁所以我哋要改嘅就係應該從機制着手。如果唔係，你淨係幫到佢交定佢一期嘅租金咧，你長遠問題，長遠講根本冇解決。我哋睇翻2021年限錢嘅時候咧，就因為市民非常之不滿強積金嘅措施啦，咁所以就嚟有份人群，我哋政府為咗去安撫民意，我哋先會做呢個限錢嘅措施嘛。我見佢目標根本就唔係學似有方同學所講要提升投高生活水平，既然係咁，你唔合理。今日發言時間亦都用盡，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而家辯論環，而家係見面環節，雙方見面有一分鐘預備。但有方卻硬要將長遠政策同埋一次性嘅即時
措施放喺永恆嘅對立面。在座各位留心一層，其實友方嘅出發點係冇錯噶，因為只要我哋狠下心腸，從今以後將嗰幾千億嘅盈餘都拎曬去儲，即使計錯數都點都唔將啲錢還翻俾納税人。當然，再加埋政府唔再亂用錢起大白象工程嘅話，我哋一定可以再捱多三五七年嘅。情況就好似有人同香港嘅青年講，睇少幾套戲，去少幾次日本旅行，將來咧就可以用400萬買到200呎嘅樓一樣。如果我哋放棄現狀，但有方又冇辦法論證可以換嚟一個理想嘅將來嘅時候，這個投資又係咪真係物有所值，定係得不償失呢？其實我方今日唔係話政府做得差，所以就要民粹式或者澳門式咁樣，有幾多就派幾多。但我方都只是希望有方同大家能一口咬定將來冇派錢的需要，徹底否認了派錢的社會效率同埋佢嘅功能。我方都只是希望政府可以派得其所，針對基層去派，冇錯數有用證的時候嗰陣時先去派，做好施政報告的措施，將啲錢撥落去未來基金之後，仲有證仲有盈餘先至去派。點解有方可以咁肯定未來一定唔會出現上嘅情況，市民從此之後就冇資格喺政府有盈喺盈餘豐厚嘅情況下一齊分一杯羹，共享經濟成果咧？希望有方同學同在座各位三思，多謝各位。合共二百秒時間為3分40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最後我哋有請正方發言作揭。仲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上台計時。有位老婆婆患咗慢性支氣管炎，佢家人叫佢拜訪醫生，尋求專業意見，但佢就堅信要飲生姜蘿蔔汁先可以治好佢嘅病。故事中嘅生姜蘿蔔汁就係派錢措施，而政府正正係嗰位選擇飲生姜蘿蔔汁嘅人，將錯嘅錢、錯嘅方法放咗喺錯嘅地方。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總管全場唔難發現，有方目光非常短淺。有方今日話派錢目的係要解決民生需要，但派錢並唔可以好似津貼一樣有針對性咁幫助有需要嘅市民。我方出義父其實今日已經講過噶啦，派錢只係一個又表面而且又欠缺持續性嘅政策，實際上要提升市民生活水平冇大幫助。而有方同學咧，今日我哋見到派錢措施派6000元之後，其實市民係對於呢個措施非常不滿，因而係引發咗楊子京嘅革命遊行。因為有方要知道嘅係，市民今日真正需要嘅係佢哋想要復建居屋，需要取消強積金、改善扶貧政策呢啲長遠嘅措施。而更何況我哋見到曾俊華喺2011年派錢之後，其實民意係不升反跌嘅，可見其實市民要嘅並唔係錢。今日有方反對辯題有幾大爆點？第一，有方係咁話派錢可以幫助窮人解決燃眉之急，但其實綜援、生果金、高齡津貼等已經每月恆常發放津貼，而呢啲津貼比派錢更有效嘅地方，正正在於佢哋能夠提供恆常津貼，而非如派錢嘅一次性。我方今日比有方更清楚知道，貧窮並非一朝一夕嘅事，自然唔可以透過一兩次資助就瞬間解決問題。用恆常津貼唔係更有效咁改善到基層家庭嘅生活咩？第二，有方就話啦，其實政府以目前有足夠嘅盈餘就要派錢。首先，我方承認政府目前係有盈餘，但講緊嘅係15000億嘅巨款，而呢15000億其實都係納稅人辛辛苦苦咁賺翻嚟嘅。咁我哋今日係咪就應該咁樣浪費咗佢咧？但政府嘅錢其實係咪可以無限量咁喺度印製？善用儲備係政府嘅施政關鍵，有儲備就應該派，而以乜嘢原則？有盈餘就應該積穀防饑，而唔係將資金投放喺一啲唔能夠長遠幫助到市民嘅政策上面。咁有方同學咧就話我哋唔應該起大白象工程啦，而呢啲我方亦都係承認噶。我方早已提及咗香港目前嘅社會問題，用嚟發展都要用錢。咁有方點解唔可以將目光放得更遠，儲低啲錢派錢嘅開支去防患於未然呢？事實上，到現時為止，香港政府已經推行咗多項針對性嘅津貼計劃，旨在幫助有確切需要嘅市民，小至為兒童及青年提供多元化服務嘅青少年津貼，大至協助低收入家庭嘅綜援計劃，各項社會福利政策能夠善用公帑，長遠幫助合資格人士。今日我方見到嘅係呢啲福利唔單止係利民政策，更有指明受益人條件，確保公帑花喺真正有需要嘅人身上。與其派錢之後市民嘅錢未必用得其所，倒不如改良現有政策，例如擴大綜援，集中幫助低收入人士，
令政策更具針對性，提升市民福利。正如我方今日各辯員十多次強調，使用公帑應該秉承應使則使嘅原則，審慎使用。即使政府財富擁有大量盈餘，亦好，亦唔應該通過一次性派錢嘅方法派俾市民，因為咁樣對於公共利益並無利處。相反，政府更應該利用盈餘積谷防饑，防患未然，而被外來波動等因素影響本港經濟時，亦被至於曬香港經濟一個措手不及，最終損失慘重。總括而言，入方今日所支持嘅派錢屬於一次性政策，持續性欠佳，現況係社會福利其實有更大嘅改進空間嘅時候，與其將錢放喺談分一言嘅派錢措施之上，倒不如改善同樣利民嘅津貼措施，更全面地達到紓困民生嘅目標。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發表本屆半第政府第二份財政預算案中提及，認為香港嘅經濟前景即使烏雲密布，背後仍係現眼嘅陽光。哪怕山重水闊，亦無阻於我哋對於香港前景嘅信心。謝政府作出正確決定，多謝各位。正方建議發言時間為4分03秒，無過時，無需扣分。比賽告一段落。正反雙方可以每面一個台下，可以帶埋手機上嚟影相，台下邊嗰啲或者台下嘅。最主要是針對雙方主線有一個大區的描述先。正方的主線一開始嘗試分得比較闊的，有兩點想講的情況。第一，就是長期的措施比短期更加有效，亦都是正方講的全場的句子，句子我聽不明白。咁第二呢，就是我們應該要儲錢，不應該咁樣，即係唔應該應使則使，應該係先，我哋應該係唔應該先使未來錢啦，甚至我哋覺得應該要儲錢嘅，未來有多其他項目。咁然後反開係相對地闊嘅，我覺得係嗰個討論嘅嗰個範圍。但係相對而言咧，反方嘅主線咧開相當之窄嘅。咁當然因為你嘅策略啦，你嗰個講法咧，成日都一個思維嘅，
菠蘿派錢有咩唔好啫？係咪先？咁所以你就開始一開始就已經劃定咗一啲嘅可能性可以派錢啦。就有形嘅時候派錢，有乜乜嘅情況底下派錢。你只係劃定咁樣嘅可能性，你就攞住一兩個可能性問政方啊嚟解我聽，點解唔應該派咧？嗱 ，OK， 我覺得反方採取呢個策略咧，一個位置，我覺得呢個策略我完全接受。但呢個策略，我覺得你係有責任去，因為嗱呢條辯題咧係一條好古怪嘅辯題嘅，因為正常嘅政策辯題或者正常英年辯題，你會覺得政方應該係 bear 比較大嘅論證責任嘅，即係作為政方。但係呢條辯題到底係正方論證責任大啲啊，定反方論證責任大啲咧？其實係冇一個説法嘅。所以正方二副喺可能喺問你嘅時候都俾好多責，或者正方副有嘗試問你：喂，你派錢嘅準則係點樣啊？咁要你證明某啲嘢。所以咧喺呢啲咁嘅辯題底下咧，大家嗰個嘅 burden of proof， 即係個論證嘅責任咧係不明嘅時候咧，我就期望反方如果你要嘗試用呢個策略，要講多啲句子，話多啲俾我聽，點解正方要證明俾你睇？任何情況底下都唔可以派錢。而事實上咧，你問我咧，我係覺得正方係責任嘅，大少少嘅。點解咧？因為要證明不應再有派錢措施，即係話喺邏輯上面，因為證明任何嘅情況底下都唔應該派錢措施。但其實你嘅標準係有講㗎。反方主義，但好可惜，我覺得呢個標準應該多少少攞出嚟洗評判嘅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感覺上係即係你好似講嗰啲好細投資回事嘅論點，但其實你係喺邏輯上要求正方澄清，咁我哋不如就講清楚啦。咁然後反方嘅主要嘅論點咧，就係、是、一副啦，同埋講基層市民咧，婆婆唔知點樣買多張棉被咁樣啦，都係呢個邏輯啦。咁而二副咧講嘅納税人都可能可以受惠，我覺得成個論述咧。都係咁樣，即係你冇可以大辯反，因為你開得窄啊嘛。但我啲有個位咧係可以嘗試擺多個 concept 出嚟。我正方嗰個 3D 嘗試質疑嘢嘅時候啊，你啲錢有人擺落去中門咧，其實呢個質疑我諗都唔係 3D 嘅，前一陣已經質疑緊你啦。所以嘅時候，我覺得反方個講法係不妨早啲講嘅，就係而家講緊嘅係你有一個講法係政府既然有盈餘。做曬長遠政策嘅時候，點解唔應該還富於民啊？甚至你自己講話，政府當收多咗市民錢嘅時候，應該俾翻市民自己，即係我哋嘅財富還翻俾啲市民。咁但係我就覺得反方佢講到個講法就係，其實現時咧政府咧當然係有負咗佢作為一個基本嘅角色嘅責任啦，例如佢有提供綜援啦，有提供唔同嘅保障，但佢只係僅此而已咯，都只係基本咯。今日如果政府有能力做多一步，減輕多啲市民嘅負擔，又何樂而不為？點解唔可以咁樣做呢？所以我覺得反方係值得係多少少展示呢個角度。就算政府同你講係綜援加錢，但係綜援加錢係咪真係時時都咁容易加得到嘅呢？我呢個反方又係可以諗下點樣開闊啲嚟講嘅。例如綜援佢真係咁容易加到咧，作為一個恆常嘅支出嘅項目咧，你要咁樣去加嘅話咧，你起碼可能係要喺譬如財委會咁樣去傾啦，係咪個個都認同？咁我相信綜援咧加錢俾貧窮市民，我話冇人反對咧，我真係有人都反對喎。可能有人出嚟拗咧，未必綜援嗱，因為你知道綜援係按照好多基數調整啊嘛，喂，未必真係要咁樣加啲舊錢，但一次性嘅措施就相對面對呢啲困難就少嘛，因為預算案直接派俾佢哋嘛，到底個阻力邊個大啲先？我覺得反方值得開多少少嘅角度同正方討論。即係到底你講嘅呢啲嘅做法，我係點樣處理到嘅咧？然後我睇翻係可以講多少少。而點解會話即係咁會落咗個咁重嘅結論？我覺得反方已經去反方，已經完咗咧，就因為除比賽咧，正方二副開始採取嘅策略就係完全地放棄自己嘅想輪船嘅部分。但係你即係點咩意思咧？就係正方其實就有一條，即係你 suppose 你要解釋嘅就係不斷啊。即係我聽落好硬啲嘢，就係由政方一副去到 3D， 我好似唔係好想聽啦。就係咁，即係政方就話：，長遠政策梗係重要啲啦，反方唔係啊，短期政策重要啲。咁個理由喺邊度咧？其實我從來都聽唔到個理由。咁個理由係佢冇嘅，你係當口號咁噏出嚟。當然間唔中你會有啲交鋒啦。例如你問：，即係一個反方問你，一個婆婆唔知點解要買棉被咁樣。咁你就話：，即係買棉被呢啲，唔知點解可以透過長遠政策加落綜援咁啦，類似。呢一啲嘅來咗成場嘅，但係我更加期望政方解釋俾我聽嘅就係你講嘅六點一，你譬如你話醫療公營壓力好重要，你要投放資源落去咧，做得更加多。點解俾你俾4000蚊佢做得更加好先？我覺得呢個喺你主辯解釋完之後咧，你一點係完全甩曬嘅，你啲即係冇嘗試解釋俾大家聽啊，到底你學醫療啦，或者你講其他教育嘅部分啦，點解係比4000蚊比嗰6000蚊嚟得更加重要咧？對成個社會，都冇啦，冇咗嘢出嚟之後，你一二副只係得翻長遠更加重要，長遠更加重要，長遠政策梗係重要啲啦，點解唔重要啲嘢？
就係得翻呢啲句子。咁到底足唔足以論證你嘅律第一個論點係成立嘅咧？相反咧，我覺得反方咧，雖然佢開得好窄，但係佢起碼佢專登嘅喺一二副一頁面咧有滲一啲句子咧，俾個評判聽得出到啲四千蚊六千蚊有咩用？例如買咗幾張棉被，食都幾餐，喂呢啲係真係實實在在作咁。咁所以反方就喺一二副就咬住問你，嗰啲市民嘅需要、燃眉之急嘅需要要唔要處理咧？你喺培訓環節係幾乎俾人踢爆咗籃球嘅最後，係咪？所以反方有講到一啲嘅實際嘅措，即係嘅實際到底係點樣用，但係相對如果正方嘅論證咧係有違欠缺。所以呢個位置一論去到後面咧，反方繼續都係講下佢嗰啲好窄嘅嗰啲論點啦，而正方冇拓展咧，成場比賽去到反方一副之後，我覺得係可以唔聽，已經係同樣嘅內容、同樣嘅爭拗嘅。咁而同一仲有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會咁咧？正方二副咧，其實即係第二個論點係正方二副都深刻咧，嘗試拓展自己第二個論點，但係你拓展嘅方法噏多次基本法第106条，咁等於解釋咗啲乜嘢咧？冇解釋過任何嘢嘅，因為你主辯已經講咗咧，基本法106条有三個財政原則，譬如係量入還出啊，要同呢個本地生產本地相適應，你講曬啦呢啲。咁但係正方二副再講，咁等於論證啲乜嘢咧？等於嗱，我用我論證咗嘅嘢再論證多次俾你聽，咁即係重複咯。所以係解釋唔到，所以你要例如你要再拓展自己啲論點，你就諗下有啲乜嘢嘅角度可以繼續講落去。譬如點解儲錢係咁重要咧？你咪同大家解釋下咯。點解政府今日要儲錢咁重要咧？可能他日面對住再嚟嘅經濟危機嘅時候，經濟一旦崩潰，政府就需要用到呢啲錢去救急。所以我哋可以見到過往2003年或者2008年嚟咗一個金融海嘯嘅時候咧，政府嘅抗震能力可以提高，咁又係多謝你講。但係同政方上喺第二個論點嘅拓展咧冇乜，所以令到成個今日個討論係好滯後。而我今日想講嘅第二點咧，就係我覺得大家喺 3D 或者培訓咧，雙方我覺得喺風度上面咧都，我覺得即係 even 我睇唔到，但我覺得聽落去咧都係有啲問題。例如正方，我覺得係喺 3D 嘅時候咧，係俾人聽得出嗰種不屑。即係你問人問題有啲係不屑嘅意味，即係咁樣啊，咁樣係咪咁樣啊？即一種咁樣嘅態度。但其實我聽落有隱喻，因為你講嘅嘢講嚟講去都係場面政策啊嗰啲咁樣。其實我都即你問一個不屑嘅同事，我覺得嚇咁咁又係代表啲乜嘢咧？反方都係，反方係應該係結面嘅，同埋相當之激動。咁但係我又諗，咁你咁激動做乜嘢咧？其實係咪要過去打佢咧？幾乎要佢？你係冇必要咁激動嘅，去到嗰個程度。所以我覺得係。咁當然最終我覺得個下功下果打落來一個不屑一個激動，可能互相有牽引啦，可能。但係我覺得嘅就係、是、辯論，我相信去到 3D 啲環節咧，呢啲辯論員做評判，我覺得尚可。但係可能大家未來有機會去到更加大嘅台版，或者面對住一啲係社會言論嘅時候咧，佢真係只會聽到震曬眉頭嘅，一個就講得不屑，一個想打人。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大家要值得注意。我比較少去講呢啲風度上面係要注意嘅地方，但我覺得今日係明顯聽得出。一啲咁樣嘅，我都冇乜評嘅，可以再延展落去，因為大家討論咧係即係去僅此去到咁樣啫。所以我亦都講一啲，我覺得正反雙方可以再延展講多少少嘅講法啦。咁做咗呢啲之後，我相信比賽咧會精彩啲。但係我咧有啲地方就一讚啦，例如正方嘅，我覺得嗰個演詞上面係鋒利嘅，但係你諗下你內容點樣培養咯？反方內容係扎實嘅，但係你個辯技點樣可以繼續提升咧？我覺得雙方面對住大家咧，都有值得學習嘅地方。咁我覺得呢個係聯賽作為一個比較技術型嘅辯題處咧，大家應該可以多少少去學習。咁希望喺聯賽吸收到經驗，可以喺其他比賽咧，盼望能夠見到大家可以喺第時有更多嘅進步。多謝各位。跟住我哋有請陳正元先生。剛才你講得好豐富，無論係內容上都話技術上嘅一啲意見啦，咁我就講少少自己。首先正方上面嚟講啦，我會諗就係你今日究竟反對緊嘅係乜嘢咧？即係你面對講話本身反嘅，不應再有派錢措施。但所謂嘅派錢措施究竟係啲乜嘢？今日你呢啲我唔夠聽錯講嘅，但係主辯嘅時候會聽到例如綜援啊、醫療券啊呢啲，咁你都當係一個派錢嘅行動。咁但係去到後場嘅時候，可能講埋條件，咁我可能。即係有機會睇翻片面上再睇下係我聽錯話點啦，但係呢個都唔係太重要。反而我想問嘅就係你今日你反對嘅係任何一啲短期嘅措施、短期嘅例如舒困啊啲咁嘅措施咧，一或其實所謂冇差別嘅一個派錢，即係冇任何針對性一個派錢。
嗱，因為聽你前場嘅時候講好多，就係你覺得短期係啱嘅，短期係幫唔到嘅。咁所以例如我哋見到黑衣嘅時候，我哋要交到時間收，我哋唔係就咁追先佢。咁如果照呢個邏輯嘅話，即係任何啲短期措施，例如係話低收入家庭津貼咁啊，佢都接近呢幾年出現嘅措施。我唔知係咪叫做，又或者係講緊幫貧民考生去交個學費啊，或者而家講咩交通津貼啊，即係每個月攞個交通津貼啊。咁呢啲短期措施，咁我喺前場聽你立場嚟講係反對嘅，呢所有嘅措施都反對。咁但係去到後場慢慢聽就係，你其實今日講緊，你覺得應該要針對特定嘅族群，針對例如話窮人啦，針對例如話所謂 M 環市啊等等。咁所以我哋咧要透過加綜援啊，加長者津貼啊呢啲咁嘅措施去幫佢哋。咁喺呢個位我就會諗，假如今日係有一個派錢嘅措施，係就係講到問題係話資產總值低過100,000咁啦，成本身家低過100,000嘅，我哋就直接派錢俾佢。咁佢好明顯係一個派錢措施，佢好明顯亦都係短期嘅，但係佢亦都係針對某一個你覺得有需要嘅族群。咁如果係咁，佢話呢一個咁嘅措施嘅時候咧，按照你嘅立場，你應該係反對，一或係唔反對咧？呢個係有疑問。咁但係今日一嚟咧，你到好後場去到深圳議嘅時候，先出到咧，即係先明顯到感覺到呢一個立場。咁二嚟就係反方會點樣咁樣講咗咁。咁所以喺分數上面唔會話好大嘅分別，但係呢個係值得你哋去諗嘅意思嘅時候，你嘅立場上面係再清楚啲去處理呢啲咁嘅問題。咁而假如啊，係你真係反對短期措施嘅話，你需要負嘅壓力更加大啦。咁嚟講，點解咁多短期措施無論係有針對性，因為冇針對性嘅措施，只要係短期，你就完全反對咧？咁呢個論證，我覺得係需要更加多。因為今日好多時候咧，你成個論證就留喺口度，就係話短期冇用嘅啦。呢啲係治標唔治本嘅。咁我哋應該做一啲長期措施。咁但係佢治標唔治本，但係你又承認，的而且確有啲人係冇需要，係好有資金嘅話，咁點解唔可以去做？呢個係成場受到反方好大嘅打壓嘅，你冇好好咁樣處理到嘅，即係冇好解決到呢一個問題。咁呢個係值得又睇你哋副院佢點樣處理反方嗰啲質疑嘅時候再做嗰個地方。第二樣嘢想講嘅係按照你嘅兩個論點，尤其第二個論點啦，你話要善用公帑嗰個，後來有好多啲話面對中美貿易戰啊，面對住大灣區發展啊等等，係聽得出你想一個宏觀啲嘅報告，即係完全話唔係處於窮人。嘅一個成個香港嘅財政問題，咁但係我覺得略為欠奉嘅一樣嘢係，你對於香港整個財政規劃嘅一個藍圖，你理想中嘅藍圖應該係點樣？嗱，例如你今日講係話應該擺多啲錢落去長遠嗰度啦，我哋應該有個短期嘅措施啦。咁但係問題係，一嚟咧，而家香港政府對長期、短期嗰一個錢嗰、那個即係投放喺長期同埋短期嗰一個錢上面，究竟個分別有幾大咧？嗱，如果你今日講咗俾我聽，香港政府咧好短視。佢每年嘅開支咧，大部分擺曬落短期、長期，冇乜點投資未來，或者至少冇乜點加嘅。你而家同我講得呢一步，咁先至可以逐步再推論落去。香港政府短期後冇乜點擺錢落長期，咁就長遠嚟講係會危害香港。又再講啲咩中美貿易戰啊嗰啲咁，雖然佢確實發曬，咁但係咁樣嘅一個推論嘅話咧，咁會造成好多。咁但係你今日純粹同我講，純粹係長期、短期擺喺度先得咁多，咁我啲錢擺喺長期，因為擺喺短期好啲咧。一開頭頭嘅一個面位、兩個面位聽落都仲好啲，但係如果佢嘅後場性啱我聽佢講，你完全冇嗰個推論，你完全從邏輯上嚟講，我擺長遠一定好過擺短期嘅，咁往後我唔會再俾到任何嘅分數你。咁於是個分數上面係即係分之上面係會反映到呢一條出嚟。另外想一樣嘢就係、是、香港係咪淨係得咁多錢？我擺咗落去長，我擺咗落去短期，就一定會影響到長期嗰個計劃咧？例如我哋講緊。起公屋啊，都正實啊，呢啲其實啱啱嗰一場都係即係同一面，但係啱啱嗰一場嘅情況都有面對同樣嘅問題，就係、是、你就識講，我而家香港面對好多問題，咁如果政府擺嗰啲錢落去處理呢啲問題，咁咪會好咗咯。咁但係問題兩樣嘢，第一就係冇公屋啊，冇醫療啊、教育啊呢啲好多問題嘅錢嘅問題，係咪即係冇錢嘅問題？一或係有其他更大喺度，例如係話本身唔夠地啊、唔夠床位啊，好多呢啲其他問題，呢個係。今日兩個情況都有唔同嘅一個錯誤喺度。另一樣嘢就係、是、政府係唔係擺咗錢落去所謂解決呢啲問題之後，就已經冇閒錢去再處理嗰個短期措施先。如果今日你講話派錢，你話如果全民都派16,000，咁固然好大嘅數啦。但係如果再少啲，今日我講過派錢個範圍再縮窄啲嘅時候，佢用嘅錢係幾多咧？佢用嘅錢如果淨係話咁諗，俾壓力嘅話，政府係咪冇錢？
呢個係辯題中對於正方一個好高嘅兩分門檻。咁但係今日你哋應該要再做多啲，先至俾我聽到。所以不應再用派錢，就係任何情況底下，無論政府賺緊錢都好，都唔應該再派錢。咁係呢個係我期望喺正方聽到一個更加宏觀啲一個財政規劃嘅一個畫面咁樣。另外第三樣嘢就相對比較少嘅問題，大家都要注意，因為有機會係一個致命嘅問題，就係咧都比較多口誤嘅，即係同白話。口誤最主要我收到兩個啦，第一就係、是、一副二副都有講，就係話咧點解當年政府要派錢咧？2011年、2018年嘅時候都要派錢，就係因為本身唔諗住派嘅，咁只不過行咗個預算案出嚟，啲市民好反對，講到有油民啊，有啲有成咁樣，咁於是咧預算案之後嘅一個所謂補漏拾遺嘅一個措施，跟住嚟派錢。咁其實話，所以政府從來都唔係諗住派錢嘅，係迫於民意先至去派錢嘅。咁我喺呢度直接講多樣嘢，就係當然今日反方全部派頭啦，但直接講多樣嘢係民意係政府去寫預算案嘅時候，你都考慮得出。今日你講好多就係預算案嘅時候，基本法107条啊，好多啲咁嘅原則啊，公務員上原則等等。咁但係預算案係咪完全需要考慮民意先？嗱，如果你今日同我講話政府當面對民意嘅時候，就會選擇派錢。嘅話，咁我係反方，可能出嚟問你，咁如果他朝有一日又係面對咁大嘅問題，例如政府可能1000亿、2000亿儲備咁樣啦，我反方嘅角度，1000亿、2000亿係你抖拎咗嚟派錢，然後市民好反對，重演翻2011年嗰種咁嘅情況，你係咪都唔派錢先？一話係其實你都會逼啲民意去跪低嘅時候，咁咪違反咗公民嘅權利。咁呢啲，咁呢個係即係你俾我聽得個感覺係覺得民意逼你嘅話就可以派錢，呢一個可以係一個好致命嘅一個弱點。第一樣嘢就啱啱所講針對性嗰個位，即係究竟你假如我有一個針對性嘅派錢嘅時候，咁你支唔支持啊？咁都啱啱講過嘅。相對正方嚟講，大致係一大致嘅議題範圍。咁反方嚟講咧，最主要兩樣嘢，第一就係、是、你今日去好似啱啱我同你講，你將要派錢嗰個門檻縮到零集啦，就係講緊當政府咧佢係行有餘力去用，即係佢。扣除曬嗰啲咩長遠開支啊、規劃啊，仲有錢剩嘅時候就攞去派錢。咁但係會問嘅一個問題，嗱你概念上你係咁講啦，仲有錢剩係咁講啦。咁但係就近呢一兩年少咗，但係早幾年一成一成咗嘅，就當然增長落話香港由2000几年開始就要蝕錢，咁一路蝕到2004几年就用曬成個財政儲備啊之類咁。咁你真係話喺當年增長話，我話對香港未來嚟睇是係 keep 住蝕錢，因為蝕到有一日就會係。冇曬錢咁樣，去到6几年真係好快。咁如果你今日講話派錢係當我盈餘過1000亿咁樣先至會派錢，咁但係原來未來係完全冇可能出現呢個所謂過1000亿嘅情況底下，咁其實係未來根本冇呢個派錢嘅可能。即係你幫派錢設立一個前提，但係原來未來幾十年香港都唔會達到你所講嘅呢一個前提嘅時候，咁、那個現況咪就係唔再派錢。咁所以你邏輯上你可以講到啦，假如符合某啲情況會派錢，但係完全唔會有呢咁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再出到嚟嗰個問題會再派錢，呢個係我會質疑嘅一個問題。咁另外就係所謂你話用得曬錢之後先再派，但係我當刻第一刻諗嘅問題就係所謂財政嘅儲備，即係財政嘅開支係唔係純粹用得曬嘅？其實開支係即係有啲學科學教育嘅開支唔會入邊唔會有盡頭用，或者醫療啊好多呢啲開支唔有盡頭用，你就咁講。好似今日政府所講加重，咁你仲可以加到好多嘅，又或者係教育開始係要多，咁所以你話當我用得曬嘅時候先至派錢，但係我會質疑就係財政嘅開始係唔會有上頭，唔會用得曬。咁既然你今日有行業，我要做曬所有長遠嘅嘢，我先至有能力去派錢，但係長遠嘅嘢可能係做唔曬，咁係咪個結論一樣就係會唔會個現況係唔會再派錢？咁呢個係幫佢填嘅事，幫派錢一樣嘅事，立咗一個線。你要小心啦！喺呢個前提底下，係喺呢個前提底下之後出現嗰個事實會唔會反而支持咗正方講嘅嗰一啲嘅説法？咁去到最後就係、是、雙方都同樣有呢啲咁嘅問題，就係處理呢啲咁嘅派錢嘅呢啲咁嘅辯題咧。其實好多時候，即係以前聽評判講就我處理一條辯題嘅時候係講為邊一班人嘅發聲。咁如果我今日講話派錢，其實好多時候係為嗰班同人或者有需要嘅人發聲。咁但係當一講到有需要嘅人嘅時候，無論正方定反方，要小心講一啲感覺上有失風度嘅説話，甚至係一啲難聽嘅説話。例如係最明顯嘅例子係咩咧？就係、是、自由辯論嘅時候，反方開咗一個例子就是、黑衣，咁我面對咗一個黑衣，我係咪俾錢佢？
嗱咁一嚟你將而家有需要嗰啲人我刻意入去俾呢個聽落去比較少少難啲，但係與此同時正方其實講話，我哋應該鼓勵佢自力更生，而唔係直接俾錢佢。呢、這個聽落更加係有啲有啲毫不食肉味嘅感覺。呢下聽落去就係、是、哦，即係你自己咁 OK 啦，安安樂樂坐喺度下面聞舒舒服服，佢跟住見到個黑衣就啊鼓勵你讀下書啊，自力更生啊之類，唔係直接俾佢。咁呢、這個嗰一下聽落係其實幾衝擊嘅，亦都感覺係幾離地咁樣咯。咁但係當然可能係雙方人都見面啊之類，冇再重新講一次，咁變咗呢個方面唔太難聽。但係呢個係你日後處理呢啲問題，甚至胡適剛才講，假如你面對評判係社會嚴格啊老師嘅時候咧，對佢哋嚟講可能會好影響到個分數。咁我今日嚟見你大家。我哋有請局長。我都再講一次啦，其實我評判嘅資格係比較淺嘅，咁希望我嘅時候幫到大家。咁如果有啲乜嘢啊，我都出錯咗嘅話，希望大家都見諒啦。咁咧我想先講咧就係、是、咧，其實今場比賽兩方嘅主辯咧，開演就我見到係呢個定義有少少嘅差距，或者唔係互相，或者大家唔係可能唔係同一個準則嚟去競價咯。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會見到一樣嘢，就係資料啦。因為咧，當你哋大家對於呢個派錢嘅定義都有唔同嘅時候，咁到底邊一邊係啱咧？我哋唔可以就咁盲，即係我哋做評判嘅都唔可以就咁盲從。咁就要睇下你哋攞出嚟嘅資料係支唔支持到你哋嘅講法。嗱，我覺得咧呢樣嘢咧係一啲技巧嚟，好似正方咁，我覺得即係一般人理解派錢就係將啲乜錢直接俾咗佢啦。一般人嚟講，呢班一般人係指咩人咧？而且我覺得嘅就係、是。如果就咁開個 terms 係，我覺得常人去理解嘅話咧，呢、這個派錢措施就係咁樣嘅話咧，咁避免會有啲即係唔係好能夠支持到你呢個定義，就一定係最準確。咁我覺得當然啦，反方其實今日都冇用到一份好準確嘅資料俾我知。咁點解呢一個嘅派錢措施又好似你口中所講，佢係可以有直接可以有間接啦？咁我覺得如果所以呢個位置上咧，我即係個分數唔有太大差距，但如果其中一邊真係攞得份好實在嘅招，話俾我哋知，派錢措施定義就係咁樣，或者最貼切嘅定義，暫時講最貼切嘅講法，應該係咁樣嘅話咧，咁就會攞得相呢個位置會攞得相對高嘅分數。咁咧我想先講講正方咧，咁我覺得正方咧喺設計主線上面咧，我有一個疑惑嘅就係，你哋今日好着重攞長期措施呢樣嘢。去將派錢措施嚟開刀，即係你哋執着喺長期措施咧，就好重要嘅。但係個問題，我覺得喺個主線建立，即係由主線稿上面，你不斷地放大咗好多長期政策嘅重要性同埋好處。但係有個問題，我會有個疑惑就係、是，第一，咁短期措即係派錢啲一次性嘅措施咁計啦嚇，你哋有一次性措施，咁又有啲咩實際嘅弊處咧？或者簡單嚟講就係、是。好似啱啱明明所講，係咪做咗呢樣嘢就做唔到另一樣嘢？如果你擋唔到個衝突嘅話，其實你攞一個長期政策嚟為佢開刀，係即係做唔到個致命嘅效果。但如果你講到就係、是、原來咧喺往後嘅日子入面咧，我哋需要好大量嘅資源去做呢一筆嘅長期措施，而當你做咗呢筆長期措施之後咧，我哋根本上就冇辦法應付呢一啲嘅派錢措施，甚至乎可能做完之後，我哋嗰、那個政府收入可能有一啲嘅赤字情況出現嘅時候，咁你咪可以解釋到點解我哋唔可以做呢啲嘅派錢措施咯？咁如果唔係咧，你不斷地放大咗呢個長期政策嘅好處或者佢嘅必要性咧，但係你係擊毀唔到到派錢措施，點解會喺呢個地方有衝突？咁第二樣嘢咧，我覺得就係咧字眼上面嘅問題，例如咧打辯論嘅時候咧，有呢啲字眼咧，我哋唔需要好刻意，即係唔需要咁重。出嚟係絕對啦、一定啦，甚至乎解決問題呢四個字都係。因為如果我哋做一個政策嘅時候，其實係咪佢只要解決唔到問題，佢就可以係好嘅政策咧？我哋就應該做。但係如果按呢個講法嘅話，可能如果十年前、十年前都已經有做緊呢個措施啦。咁做完措施一路做緊，佢係咪已經解決咗香港嘅貧富問題，或者貧富懸殊嘅問題？其實佢都係冇解決喎。如果用解決呢個 terms 嘅話，喺呢個位置。即係我覺得就係去到呢啲位置嘅時候，好容易諗強硬嘅時候，或者諗極端嘅時候。咁咧，第三樣嘢咧，我覺得咧就係、是、基本法107條。其實咧，去到
後面咧，好似啱啱第一個評判所講，去到後場你再出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同意第一個評判講法就係、是。呢、这個位置出再出嘅時候，如果你冇重新嘅演繹或者冇其他嘅資料再去輔助嚟講呢個 terms 出嚟嘅話咧，我覺得唔單止係加唔到分，其實好危險咧，將你擺咗唔危險地方。因為當你講到就係話，呢筆錢係要應使則使。咁當然啦，反方冇提出，不過反方可以問到一個問題啦。咁你咪要話俾我知，而家呢個派錢措施點解係一筆應該使嘅錢咧？咁你就會好危險啦，你就要變咗又要花一個好長嘅時間。或者論證站去論證俾佢聽，係喎，咁點解呢筆錢呢、這個窿文就唔應該使咧？之後遇到一啲佢哋所謂合適嘅情況之下，點解又唔應該使咧？咁你哋就變咗危險咗啦呢個位置。如果你再出呢個，但係如果你哋真係有一份資料去解釋到、就是，就係而家我哋就見到派錢措施係一份應使嘅錢啦。咁你再出呢個基本法嘅話，其實冇問題。咁呢個要注意下。咁我覺得反方咧今日咧有個問題就係策略上。其實咧，我見到你哋咧好努力想去挖到市場，即係當你哋收集咗自己嗰個論證及同埋自己嗰個空間嘅時候，你就會好想逼到對方落到嚟你哋嗰個市場同你比拼。但我覺得去到私人店嘅時候咧，你哋雖然個內容上面咧都係有嘅，即係點樣同人哋去比較，包括你哋話要長期我哋做，我哋有埋短期添，你哋不斷想帶出呢樣嘢，但係你拉唔到正方落嚟嘅。不單止當正方去不斷地講翻啲原則嘅嘢啦，或者講逼問你，喂咁到底要幾多錢先至係你哋嗰個巨額嘅情況咧？幾多錢咩時候做係最好嘅咧？你哋就真係用咗啲時間去同佢解釋呢樣嘢。咁我覺得呢個就係策略上嘅問題。咁咧，可能喺以往嘅賽制入邊咧，呢、這個問題咧未算係好大。但係咧，如果你哋有今次分子之後有得策略呢樣嘢啦，咁我覺得如果你哋想畫個戰場同人哋比拼，但係去到半路你又俾人哋拉翻轉走，你緊扣翻唔到正戰場啦。咁呢個係策略上面有少少阻礙。咁但係大致上，我覺得其實兩邊都係打得唔算話差，咁我都覺得係一個互相學習嘅地方。咁我都好開心嘅地方。今日就俾我見過喺我手上，而家又宣布咗我。首先係最佳辯論獎項。今日嘅最佳辯論員係正方面嘅馮祥哲。至於今日嘅比賽賽果，正方得票為零，反方得票為三。言之，今日勝出比賽嘅係反方天主教郭德成。